现在装着烟发球，拉起来，反手直线，现在5-6，摆短，漂亮，现在马林发球半高抛球，挑起来，反拉，现在马林发球，漂亮，回反手了，漂亮，别人也不适应你的，是的，那么你只要把有些环节，比如说你技术上我直板他做反手啊，他这个打球应该说胆子还是比较大，他只有这么跟你搏杀，发球怎么样威胁，刚才两发两得分，哦，要反手了，哦，好到他反手正好他等着呢，啊，撕了一板，如果能够调到中路，这个球可能就比较好。高抛球短的，摆短。哦，这个球是过去以后不太规则。好的，漂亮。啊，又是个反手分的。战胜了陈奇，现在在国内啊，好的，好的，接发球直接抢了，漂亮，漂亮，发力的，把这个装边，装边还是。再拉，拉反手了，压反手，放高球了，机会，很好，机会，这个是确实是有些可，短的白短。封了一板，形成对拉，哦，好球，这个连续正手侧的，啊，现在庄智渊是能不能放完球直接抢攻，好的球，这个球一个自然的，是的，拉正手形成连续拉，好的，封一板，哎呦，啊，但是抢攻呢，这个失误率也比较高，机会封度，马林路回一分，短的抢攻，啊，结果这个球没有打到，这又是一个机会啊，应该说，心急也好什么，还是一个经验。和一个心理还是要去战更以更高的一个角度层面去战胜自己，明白，他的力量的拉球都封堵回来的，封堵的概率非常高，漂亮，发球半高抛球，好的，注意他摆自己正手，这个球领的机会反拉，好球，好，很好，马林第二次发球，哦，很好，好球，打身上，打身上了，打身上了啊，啊，这样马林呢，在非常非常关键的啊，这个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啊，两个高球没打到，没打到，是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扯平了，扯平了。看第七局关键球，庄园这个反手一定要判断稳，要进去，而且呢，在出手的时候，好球，哦，这球上是。
哎呦，非常关键。看来马林还是很老道啊。好球！你看到张子健这一段的